Hello FG， 我是本周部落客茱莉亚。因为我本身啊，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买东西的人，就是很爱买一些美妆品啊，然后可能买鞋子、买衣服啊。因为身边总是很多朋友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眉毛怎么画的？眼睛怎么画的？”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我们就来发文，然后跟大家做介绍。像我平常在画美妆，就是可能在写美妆文的时候啊，我可能就是会设定一些主题，像是甜心妆啊。那像我学了一个那个男艺人妆，是 G-Dragon 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妆很特别，所以我想说想尝试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。除了这些，我还是会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妆容，比如说上班的妆啊，然后出去郊外玩的妆，我都会分享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我觉得女生必备，就会放在化妆包里面的东西。因为像我自己就是眼妆很重要，所以我一定会戴眼影。那眼线液是一定必须的，因为它是让女生眼睛有神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。那当然少不了睫毛膏，睫毛膏是一定需要的。然后还有，因为我觉得眼睛很重要，所以我平常黑眼圈很重的话，我会买遮瑕笔，然后去遮我的黑眼圈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。我是茱莉亚，想看更多美妆资讯，还有一些仿妆，还有穿搭的话，来我的 FG 部落格哟。